羽球好像赢戴资颖新度吞五连败仍抢升冠军赛见我国世界球后戴资颖本季写下五连冠29连胜的超高胜率目前正备战30日开打的世锦赛分组下半前表的世界第三印度女子新度 PVICNDHU 自2016年后再没赢过戴资颖但仍抢升有信心赢回来新度接受印度时报专访时表示戴资颖实力非常强但要击败她不是不可能场地条件可能影响胜败若能在世锦赛冠军战对决有信心能赢过她我会击败她的以前我就做到过不过戴资颖和新度生涯对战过12次小戴取得9胜3负绝对优势且自2016年里约奥运输给新度之后五度交手都是小戴获胜最近一次碰头是6月的马来西亚公开赛小戴以 21.15、19、21、21.11 收下对战五连胜新度若想和小戴在冠军战交手要先打赢世界第8日本好手奥原希望世界第5日本成玉飞甚至世界第2的山口茜才有机会打进冠军赛和签表上半部的小戴对决竞争激烈实属不已。